衣服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可耐的 Kiki 徐佳琪。我心中的 Fila 是活力高雅、运动又时尚的一个品牌。它最近推出了一些新的，我都觉得一些色彩的碰撞很可爱、很活力。就像这次的Fila 和 Have a Good Time 这个联名出的卫衣，有点羊羔绒的这种感觉，就是很暖暖又很可爱。我今天这身穿搭呢，就是下半身失踪的穿搭，还配了一个大的帽子，好可爱，元气。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穿这种大的衣服，让人家看不出来你的身材是什么样。开玩笑，我是平时睡前的时候会拉伸，各种拉伸，有肩颈部分的，就是练直角肩的拉伸，还有开肩运动，然后还有腿的那种拉伸，就是往下拉后腿的这个筋。平时的话就是多喝热水，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开水，排排毒。